看能不能够赢得他的第五场头马。准备，闸门打开了，这场是第四级1400公尺的草地赛事。那中间上来的是林家洒脱，然后内侧呢就是夏天的风了。夏天的风在前面带出半个马位之后，林家洒脱，那接着呢就还有至尊六一啊，跟着呢就是半个马位之后有总帅，然后呢就还有八号的肘则桥，它是在内栏的位置，外面再上来的是天官，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呢有一笑而过，接着就是谢哈布，然后呢就还有这一匹巴迪亚，跟着大概一个多马位之后是完美胜利啊，然后呢就是绿星，而暂时殿后的是龙回啊，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呢大概是有七个多马位啊。现在呢就是夏天的风，它在内栏的位置呢带出一点点，然后旁边白色彩衣的是至尊六一，然后后面再上来的呢就是林家洒脱跟天官，然后守在中间一点的呢就还有肘则桥，里面呢就是总帅，最后直程的时候，现在林家洒脱在外面呢、打下去的反应是很好的，他现在呢跟这匹至尊六一两匹马在斗，但是至尊六一是挡不住他了，但是呢这个至尊六一还在苦苦挣扎，一直在跟林家洒脱斗啊，至尊六一在中间，然后里面还有一匹总帅啊，哇，林家洒脱，林家洒脱，林家洒脱，哇，有惊无险啊，至尊六一跑第二，跟着是总帅跑一个第三名，再来就是一笑而过，接着其他马匹包括有天这个九号，那是龙回，然后呢是这匹走着桥，跟着才轮到天官，然后呢就有这个巴迪亚，接着呢就还有这一匹绿色彩衣的夏天的风，然后完美胜利绿星，跟着呢就是谢哈布。好，林家洒脱6块钱独赢5块1的位置啊，哇，那个至尊六一在里面一直没有放弃啊，跟他坚持到底，幸好在决胜地带的时候林家洒脱一下子就越过他。那第三第四也很接近，应该是十号第三，十号总帅啊、应该有个冷门的第三名，是的，然后呢第四名才轮到五号的一笑而过，而龙回跑第五。